2024年9月份的学校假期，我们来到了东京。由于我们是半夜凌晨1点才抵达 Haneda Airport， 所以早餐我们就在对面的 Family Mart 解决。给妈妈看，你喜欢吗？爸爸，蜂蜜姐姐，hello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好好的控制你每个月的花费呢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对，因为很多旅游业嘛，你买拿来做民宿，买大吧。在亲戚家休息了一下，我们就步行走到 Shita Station。然后搭电车下新宿库、西浦亚的地方到处走走逛逛，先吃午餐吧。午餐以后，我们来到了 Kawasaki City Hall， 这是一个25层楼高的建筑物，最顶层25楼就有这个观景台，可以免费进入。在这边，我们可以欣赏到东京东南西北的景色，还有远处都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山景。下一站，我们搭电车来到了新宿 Shinjuku。看到这个标志性的 Godzilla。 最期待在日本的其中一个活动呢，就是来玩这个扭蛋机，整个店铺都是琳琅满目，很可爱的这个 Gashapon， 让他眼睛看得发亮。走了涩谷，走了新宿，接下来又到了晚餐时间。妹妹呢，她在东京的第一天是处于发烧的状态，吃了药，睡了觉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。Tomorrow. 拍什么照片？拍你涂颜色。这一天早上，我们来到了足地市场，应该说是足地场外市场，去找好吃的、新鲜的寿司海鲜。好像他这
这个是卖一个 set 的，如果这样子五粒3700。所有啊，柠檬奶糕比较好吃。接下来的行程呢，我们会来到这个阿萨库萨浅草寺，换上和服，体验一下日本风情。逛着逛着，我们来到了这个 Sanrio 的浅草店，而妹妹在这边呢喜新厌旧，把她最爱的 Ponyo 买了不到24小时的 Ponyo 留在了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天去哪里呀？猫伏鸡。对，猫伏鸡 ，bingo。bingo。要绑带哦。bingo。Say see you later。see you later。